以前粉粉们站前排的方式，我是练习时长两年半的个人练习生蔡徐坤。现在粉粉们站前排的方式，吃不吃奶酪？吃不吃饭菜稀？吃不吃麻辣毛蛋？吃不吃灰灰？你干嘛？哎呦，好嘛，现在的粉粉真是荤素不忌啊，啥都敢往嘴里塞。不过我觉得啊，后面还少个东西。 最好再带上一句，想吃人我。还有粉粉晒出了梦与主播的大合照，搞错了，是这一张，可以看出来啊，这位粉粉确实是我们的真爱粉，和主播们肯定都是熟人，废话，全都进嘴里了，能不熟吗？本以为这些就已经是粉丝的极限了，没想到粉粉的表情包里居然还有压箱底的存货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it's. 怎么说呢？我觉得吧，这种行为对主播非常的不礼貌。这张不错，你看看他们几个，哪个不是相貌堂堂一表人才的？你再看看你们截的，这个丑照可以，就不能截点正常的帅照吗？还有动图，收藏收藏，统统收藏。秦宝那里应该还有存货，去找他要去。 A few moments later， 私房照，难道是？ Oh God! Please no! No! 总之，我个人是非常支持，不对，非常反对这种制作表情包的行为。不过呢，念在大家是初犯，对，初犯。现在只要大家把图都交在评论区，我去跟他们协商一下，这事儿就不追究了。毕竟又没有我的丑照，看来我在粉粉心中的形象还是光辉伟大的。等大家把表情包发出来，我一收藏，以后水群的时候就有表情包用了。